Bible.我是二级研究员千玺，我爱上了体验者爱丽丝，现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被强制要求撤离了，而我没有办法带她走，因为安保部门会击杀所有被发现的感染者，我只能将她锁在我的办公室，用设备维持她的稳定状态，门禁密码是1314，希望有好心人会替我去看看她。救我！